哎呀，岳父越来越富态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咱们全村人都知道你要来投资，是啊，一高兴不就票了吗？哎呀，那啥，你先坐着，我给你沏点茶去。去吧。嗯，沏啥茶？沏啥？投资都不投了，连蓝都不投了，沏啥？沏啥茶？不投资？不投资来干啥来了？投色来了呗，投啥？投你。 不，你来的，我这家又送花，又买貂的。你寻思，每个目标谁这么扯呀？你看年上都不走了没有？哎，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呢你？我在这方面我还大方，我还玩不玩了我？你净整那没用的，人家不投资，大老远跑这一趟干啥呀？你快别说了，那全村人致富，那不就指望人家呢吗？别说话了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他净会开玩笑，还说个你不投了，怎么可能呢？ 那个常贵说的没错，是，我们这个董事长啊，哎，决定上这投资来了，不投了，不投了。哎，你看看，不投了不是？那你大拿，你那哪行啊？那全村人盼星星盼月了，把你盼来了，你不能说不投就不投了。哎呀，这还投啥呀？是不是？这香山呢，说实话是五迷两眼的这个伤心之地。 你说我们爷俩谁在这感情都没成，你这玩意儿你全是眼泪，你怎么投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象牙山呢，这一堆一块都搁这摆着呢，投不投是你的，你愿意投不投，你别老扑扑拉拉。你啥意思？你是威胁我是咋的？别误会，啥意思？你这你是威胁我是咋的？别误会，啥意思？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呀？不是。 哎呀，大拿呀，咱俩多长时间没见面了，先唠点别的。唠啥别的？你今天来哪了？这远近闻名大媒人家。我寻你让我纹眉呢。吓我一大跳。不得唠唠对象的事儿啊。对啥相啊？你个人问题解决没呢？是现在恶化了。 就是啥？就是还是耍单帮呢，光棍儿。欠点钱你呀是咋的？我不会说呀是咋的？什么叫耍单帮呢？那叫单身贵族啊！太单着呢，那你就没想想原因呢？那还用说呀？那原因不就搁这摆着呢吗？咋的？像我们董事长这么有钱，这么有才华，这么一个奶油小生，长得这么细溜。 长得这么长的脸，啊，咋说呢？那不就成那意思吗？那还用说吗？就相中人，他赶上门来找来吗？我现在意思。这以后这爱情一直长长久久，懂啥呀？哎呀，可拉倒吧！人都说了，我跟你讲，他失败就败在你说的那些优点上了，知道不？我跟你说，女人的直觉最准（括弧尤其是我家的女人）。哎，你看，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。 先说说你这奶油小生的，啥眼神啊？就这奶油小生呢，顶多算是长得不违规。再说了，你说你这都多少年了，奶油小生现在也变成酸奶老头了吧？还奶油小生呢？哎呀，那就是你光棍吧，就是光棍，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好了，你别说话了，我接着分析啊。再说你这大气、有钱是吧？ 你都体现在哪了？我们都是听说的，你体现出来了吗？这咋的？这穿戴的。再一个，你之前给你买花又送貂的，你怎么的呢？那还能？是，送我貂是不假，那有能耐我还给你的时候，你倒是别收啊！再说那年啊，你和木生你们俩啊上我们村来相亲来，这家伙一条金链子，你戴完了木生戴，木生戴完了你戴呀。 就可这一条金链子晃悠我们全村的妇女呀，你说你抠不抠？你说你抠不抠？人家我跟你讲，我们村人都说了，就你那大奔呐，一看就是婚庆公司租的。我说嘛，就下午来，上午有活，感觉。谁说的？哎呀妈家，你搁哪？你搁哪？这哪就太能扒皮了，这是。来，接着说啊，事业有成。 你那事业都来哪呢？就是啊，那怎么的？我们这王氏集团在那本溪那多少买卖呢？你在本溪啥样，咱是不知道啊。就象牙山来讲，你目前是要啥没啥呀。<笑>
你说就你和木生的所作所为，人家王小萌能看上你家木生啊？我谢大脚能看上你王大拿呀？这做梦去吧！啥意思？大老板，奶油小生，事业有成，都吹牛吹出来的吧？你心眼这是咋的呀？你上那边跟他们笑去吧，这我这这么说，这不情不自禁呢？我这情不自禁了。你咋那么爱情不自禁呢？这好不容易他不打我，你还老扒拉我呢？扒拉你咋的？扒拉你啊！我窝里反了。行了，我看你也投不出来了，我不怪你啊。那啥，你要不该回就回。什么玩意儿？该回回去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什么态度呢？是啊？啥态度啊？你们也别说那别的没有用的。我王大拿要不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真本事，我跟你说，那真的你笑对了，那是啥真本事啊？我跟你说，你除了吹能有啥本事？你还真别讲我啊！今天我告诉你，我就在象牙山，我就投资5000万，你信不信？哎呀，数嘴谁不会呀？那我还说我投资2亿，我再开个大脚超市分店呢。你说说，你说话是真的吗？瞅啥开车去？是真真的，真的。开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下午钱不到位，你就算我这王大拿，我这老爷们白活，行不行啊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你没上，你车怎么开火了呢？你赶紧去呀！是啊，你等我，大拿，花不要，我投完资再拿。大脚啊，你这份子的，你呀、啊，啥样吧？你以为我就会保媒拉线儿啊？啊，我还会保媒拉钱儿。大脚，你真有男人味儿，你。